大家好，我是左爱兰。我不是这样的，我说大家好，我是左爱兰。我说这样，你模仿的一点都不像。我又不是结婚的。大家好，我是左爱兰。赶紧了，你有萌气，快点。大家好，我是 Jerry。我们在这要。你好，我们在这。我们在这要干啥？我们这。哎，你不要我的宝贵时间。你要想我。我们这周要进行一个为期7天的情侣身份互换挑战。我实在受不了，太搞笑了！我要模仿他，他平常都是这样，呆住了，一直看着镜头，不知道要讲什么。这个就是他。然后呢，通过这个挑战，我最期待的就是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女朋友到底在家是什么样子的。哎，你也有寒气。你平常就是这个样子，你体会到我的心情了吗？其实他不是这个样子，他是。那我们要先约定好，你不能把我的每个动作夸大其词，无中生有。那你也必须要遵守规则，不能半途就反悔。那模仿你，那好好模仿就是发呆。等若薇拉说话，那你还笑？我一般不会这样。因为我模仿你，我实在觉得太搞笑了。那我们又开始变成我主导了。那我们就开始。不是，你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要每天更新啊之类的。对，对，你要说。我们会每天更新。我有这样吗？如果大家期待的话，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你才是这样的，我好像会这样。哎呀，如果大家期待的话，就订阅我们的频道。哎，你一点都不想我。现在开始吗？那就开始吧，今天是第一天嘛，现在已经开始了，你不要闹。我又开始了。上一秒就开始了，现在上一秒就不开始了，你说他这个人。哎呀，那就先从早上第一天嘛，先从早上起床开始。我觉得模仿的超像你，那你现在要先换成我的衣服，来给你弹一弹。你不要这么丑化我。但是我平常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好男生无所依傍的感觉。四肢都不是我的。老公有没有肌肉？你看老公的肌肉，你的肌肉呢？换装就绪，你要进入一点你若薇拉的身份。我是 Jerry， 我是 Jerry， 我是若薇拉。好的，我们现在进入每天早上的起床时刻。我的男朋友好帅，好想亲他一口呀。你不要每次这样起来就看着我嘛，好吓人哦。可是我好喜欢你哦。嗯，起床了，起床了。算了，我先玩会儿手机。我早上起来在用计算机算数吗？就这个节奏，就是按的啪啪啪的，然后都在动，床都在动，就感觉这样干嘛？吵架了，在手机上。大清早的就要吵架，每天。我哪有这样？我哪有这样？不能无中生有。我再睡一会儿嘛。快点，10:30了。我没这么夸张嘛，神经病啊！你要是这样。10:30了，不是在8:56吗？又骗我！继续睡了哈，一会儿再喊我。哎，老婆，我真好困哦，昨天没睡好，又做梦了。我再睡一会儿，求你了。我哪有这样？就差不多嘛，就搞我鼻子。我继续睡了哈。真昨天晚上没睡好，头好痛哦。我再睡一会儿嘛。哪有这样？我都是轻轻的，我都是轻轻的。喂，喂，啊啊啊！哦哦，拜拜。
向肯德基麦当劳去买吃的这个炸鸡翅啊。我哪是这样的，我就是正常的听，正常的看视频。哎呦好重哦，哎呦这个锅一点都不好用。我太那么夸张。哎，这是你的。我吃辣。对啊，你吃辣的。我哪这像狗一样嘛？你又会这样子了。我哪像这样吃饭？嗯，好酸，不吃了，我不吃了。哎呀，你吃嘛，每天要吃点水果，哪里酸嘛，那么甜。如果你的女朋友也是这样的话，不要忘了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她看。我已经 Jerry 附身了。好，那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我今天妆很完美，大王叫我来巡山哟。我是这样吗？走走走，出门了。你每次都这样啊。发现头发不好搞，搞了半天还是戴了个帽子出来。快点，冷死我了，冷死我了。